挑。哦，可以，不用重开机。大家安安，安安，安安，看我吃晚餐。嗯，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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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看。掏金好像也不太好哎，经济膨胀30%，比较贵啊。知道哎，它是越低越贵吗？因为我看吴王是100%哎，适用于有经验的冒险者。它是手的关系吧？哦，所以手手是进阶吗？可是他只有手手可以选，他的难度是学徒就是简单嘛，手手就是普通，还有大师就是困难，应该是这样吧？那就走巫王是，哦，有些是走手手，有些是走学徒，有些是可以选。嗯，安安，大家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安安，各位观众们，我们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嗯，超严重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打哪一个剧本，对，很难过。早安，安安，现在讲话有点无力，因为有人吃太饱，对，对不对？吃太饱了。然后我的网络挂了，为什么？网络挂了，我零趴，为什么？我刚晃了一下下而已，还是团长刚也同时瞬间开一下，那、啊、现在还有吗？我现在还是维持零啊，哎、欸。感谢小新的礼物哦，新礼物。为什么？你要不重开一下看看？那你，我正在重开，我已经把速度调到4000了，还是我用3000？还是你们那栋楼也有人刚好在开台？那你，我用3500看看。刚搬完家啊，对。你的左邻右舍、楼上楼下刚好也有在开台。不、哦。不会吧？嗯。哎，啊！要爆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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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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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为什么我受？哦，正常了吗？正常了吗？好像正常了哦。好了，我觉得还是开一样大小好了，一样4000，那3000，嗯，我一样开3000。哦，你们是开5000啊？这5000跟3000的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他会慌一下、欸，哎，对啊，看我吃饭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给观众决定我们要玩哪个剧本。对对，哎、欸。来，大家觉得哪个剧本比较好玩？哪个剧本好玩？新游戏，所以我不能我开嘛，我的这边是团队。你那边跟杰克压那个啊？杰克，对啊，所以我这边来我这边留，看要玩哪个剧本。对，不用来我这边，我只是代班而已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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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哎、欸、我又红灯了、欸、兔崽子吗？感谢感谢，我不知道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还是我重开电脑。好，等你。好，我重开来。我想一下，等一下再去影院那边留。对剧本不太熟哦，看一下。为了吴王，地牢扫荡，冰霜冒险，无尽地层挑战，这个的话不适合玩。对啊。淘金热。先为了吴王，其他图没有新武器很难打。你是说爵士上殿的武器吗？这个我晚点还要再刷、欸，因为我吴王还没有打完过，超衰。你没打赢过，对，在最后的时候就死掉了。
超难过。啊，没有没有 SL 大法。当时我不知道啊。哦。对，那时候是因为我的干爹这网络部我才发现这个 bug 的、啊。哦。可恶。徐氏商店是不是应该把武器武器都买一买啊？对啊，该买了。好，全买。你学士多少啊？感觉你很多哎、欸。上次90几花完，现在剩40几。哇！我吃太饱是因为不是吃太饱，可是我桌上汤还没喝完呢、啊，还是要把它喝完啊。喝完什么？汤。啊、哦。虽然吃很饱。哦，有一个。就我 SL 作弊没有，这不是哈、哦。观众绝没看完，因为可惜啊，这是为了观众。For the 观众，嘿。吴王冰霜深入海底比较适合。我是觉得我们要玩就的确这三个其中一个。对啊，其他的话就还要分手啊，反正玩有学徒的嘛，有没有？学徒就好了，学徒就好了。NoNo 开 NoNo 网页开不起来，好神奇哦！哦，我当时啊。等一下、啊。你现在是怎么回事 ？YouTube 开很正常啊。没。你要不要重新扫另一个看看？不是，我现在连开其他的 NoNo 网页都开不起来。真假的？好不一样，都不要玩学徒，要就玩大师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开起来，开起来。哎、欸，你们钓完大师吗？没有啦。没有大师的，没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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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一下其他的台正常。看一下台正常的。我看一下哦，已经重开了，我重新贴上。贴上。OK, 我总觉得这个弓箭手鞠躬的字好娘哦。很冰霜冒险那弓箭手，嗯，拉弓姿势很娘。他的手，他的手就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这样子的、啊？他小指头没翘起来。啊，等我一下下哦。好，没关系。Steam， 好，我先开直播看看。好，好，开。不要再亮红灯了哦，警告你哦。不行了，我们就要再牵一条网路线来了。对哦。上次虐海怪哦，不一定啊，这一次搞不好拿不到那一个书就不会虐海怪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别忘了这次有我在哦。原来没有繁星大佬求带。新家，对啊，我们在新家。对。我发觉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好像那个哦，一个啊，卡通不是三只熊吗？熊猫、北极熊跟棕熊。啊，你是说跑去讲那个韩文的，讲那个阿尼亚 C O 要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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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，讲这个把名字讲错不太好。它叫做叉烧拉面，对，女汤叉烧拉面。哎、欸，你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我是女。他名字就这样讲啊，我这个是男汤叉烧拉面。哇。嗯，男汤啊、哦。嗯嗯。后面绿幕拉的不整齐，也没办法，现在还在瞧哦。到时候应该会挂歌。钩子。所以你们要玩什么？不知道。观众决定。
别过来，搞到这边来，勾着。这边可能在拉长。感谢树荫的棒棒糖。拉长，那就可以了。啊、那个讲不好不要的，你下一句要讲什么？在等你打字，打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冰霜我们就先跳过吧，因为现在正在跑的。对啊，那就是吴王跟海底。反正繁星没有，吴王没打到底嘛。啊，就吴王，吴王，吴王，吴王比较难了、哦，吴王比较难哦，我觉得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就海底。因为吴王的话，我们会到处分开跑，但是海底的话就是三个人的行动是一起的。哦，你是说因为都搭船吗？对，我三个人行动打手手神经病哦。就看要玩哪个啊？我觉得海底应该是会稍微简单一点。那就海底的学徒吧，学长决定的。海底的学徒嘛，海底的手手好。学徒啦，好，先让我过一下，爽一下嘛。哦，好啦，知道你们当时在玩的时候，多想希望你们赶快翻船啊！看我们翻船是吗？见不得人好。我游戏名称那些应该不用改吧？不用啊，你们一过，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嗨辣吗？雷尼，看我有看聊天室好吗？嗨辣吗？哦，我们是不是要选吗？还是给他自己寻找？不是亚洲吗？亚洲啊，亚洲好。Yeah.在线合作吗？在线合作，我让我开了哦。好，好，好多人哦。感谢加成林的牛排。好，我开了，你们可以进了。比洛比洛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三个人对这游戏都很熟了，可以玩手手。没有这东西啦。舌头说的，他说我们的程度已经叫他闭嘴去练等。然后他说：“哇塞，凶哎！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就直接就点右键加入进来就可以了吧？”哦哦哦哦哦，嗯，没看你上线哎，等一下哦，进来了，好像不是点进来了吗？不是，他去点进来了，我点进来的。哎，我没看到你上线哎，你那你好，我加哈基，我加哈基，我是没看到繁星上线了，对，没有繁星上线，嗯。我只注意雷尼出现，对啊，怎样？没有啊，他那时候跟我讲说，我过三小时才回我，你才刚打字，你说我过三小时。晚餐吃什么？拉面。拉面。好了，进去喽。好。好。感谢凤梨，感谢棒棒糖。嗯，你们谁要选什么、啊？棒棒棒棒。哎、欸，还没按吗？谁要先按？先按的是不是先走？我按，我第一个。好，我最后一个。好、欸啊，我最后一个。好吧。耶、yeah. ，那你要什么？我想一下哦。你说你在海上对不对？海上的话就不要选。海上就没有草药师了啊。草药师的话也是有功用的，就是大家群捕。群捕啊，但是他就捡不到药草。对啊，捡不到药草哎、欸。嗯也不是不行玩的，也是可以。学者是智识哦，好。嗯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好了，我射线师啊，射线者。嗯，小射讯息看一下啊。射线者是什么样的？伏击精通，陷阱精通。你是属于意识啊，意识高的。对呢，我都没有去看医师那些。流浪汉什么都不会。哇，那我要打个、哦，我要这个了，我要这个了，你们要带我。哇当流浪汉什么？流浪汉什么？哎、欸，月、欸、你这样子露点不行啊，我们这是普遍级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啦？你的衣服，你的裤子有种拉高一点，遮住那两点。啊，等一下，什么啦？弄掉，弄掉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在看属性，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。你刚刚流浪汉啊？漏点的啦，你可以，可以啦。你的裤子往上可以少遮少漏一点。我刚刚在看属性的哦，铁匠、猎人、学者，所以哈基是魔工，繁星是物工。我看一下，好，我魔工是好，是吧？你那只是魔工脚吧？我还没选好了、啊，换派没有换啊？哦，我还以为你选了卖艺者。我记得敏捷的有一个比较好，是哪一个啊？
猎人啊，猎人吗？我怎么觉得射线者比较好啊？我记错了吗？感谢八七，穿的有点凉，没有啦，我穿的很好啊。铁匠是固若金汤嘛？扩散的。欸流浪汉没有不好，是全部都好，好不好？每个都75呢。他是全属性75，但是他没有职业专长啊。哦，他没有专长技能呢。为什么没有流浪汉？是因为我没有买到、啊。那个要解锁，那个要解锁啊。听说流浪汉解锁之后，你玩他，然后在后面可以再解锁流浪汉之后的一个什么角色？什么？所以是一个人玩，是全部人都要玩流浪汉。啊、哦，我知道，超接受，我知道，这是听说的，这我不知道。不是吧？不是说好是吃房主的角色吗？角色是自己的，角色自己的，但是装备是房主的。哇塞！好啦，我要射线者。那我也得流浪汉好了。哎呀，按错了，我跳点了。那我要想一下我玩什么。我觉得不需要谈。要叫什么？要叫什么名字？所以允月，你如果玩流浪汉，你是要玩什么样的主属性？看到拿到什么？好，我要玩猎人。好，两只敏捷的、哦，还是他有分啊？海上有一个才能要高比较好。是没错啦，吟游诗人好像不错，还是不然玩吟游诗人好了，算了，吟游诗人啊，也可以啊，算了，辅助，算钱的，好，而且智慧启迪，你们就一直加经验值，加经验值，好，很可以，好，我是才能的。妈妈咋扣起先？妈妈咋扣？哦，妈妈咋扣？我选这个，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你可以戴眼罩啊？眼罩那不是、哦、自定义的、哦？自定义的，我有解锁。好白哦，好光，好亮哦，亮哦变鬼了。好，就变鬼。我叫什么名字嘞？嗯。我可以叫这个吗？我看不到你的名字、我看不到房间的名字啊！过来，韩市长这边。我要叫什么、啊？穿这样很冷，不会啦，我们又不是冰霜地形，不会啦，不会冷，不会冷。好的。长得像鬼的神，鬼神，我、哦、好像鬼哦，我真的超像鬼的，我的妈呀！我没看到凡心的名字啊！哇，你屏蔽了我的名字哦！我不知道，看到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来大声念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过来市场这边。啊，是谁没按我？谁没按？好、哦、抱歉，我没按。过家。我在吃东西哦。他真的跟我当初玩的完全不一样哎、欸，要怎么玩、啊？嗯，先练等还是先什么？嗯，就是我们现在任务目标是要去先解除帮这个渔民怎样的，然后想办法把我们的船厂、这个地方解锁。解锁它。嗯。欸，是这个吗？是这关吗？不是这关吧？是海吗？哦，不是。我们知道是跟他讲话，然后到底为什么什么啊？他们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些渔民。嗯。这些渔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？嗯。嗯。然后上面这是什么书啊？这是智慧的。好，现在看任务。然后如果在城镇还没轮到你的回合，你想看任务，你可以按 shoot。shoot。点那个。左键。对。哦。物品是什么？我的物品是什么？圣佑背心哦，好像不错哎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啊？我点那个
你有开那个学士商店的、啊？应该是有开的，看不到你们的啊？那个你要自己点，要自己点，你要 shoot 点那个商店那个高尔顿，对 ，shoot 市场吗？任务版。不是，我们看任务版，我们在看任务版。哦、任务版哦，任务版，我们在看赏金的物品是奖励是什么？这个还不错，感觉上，初期来讲，对，还不错，这还不错，这衣服，钱那些就还好，那就衣服咯。那我们第一个任务先接衣服的 ，OK， 耶、yeah. okay. ，好，在哪里？底下打果冻。哇，我讨厌打史莱姆啊！我也蛮讨厌。不会中毒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如果是酸性史莱姆，还会把你装备融掉。对啊，我就是有把神斧就被他融掉，我就气到不完了。然后嘞，我怎么去？走，我们打架喽！好，好，好，这样。完了啦，我可以打队友吗？穿这样。怎么了啦？不同浏览器可以看不同的那个 NONO， 哎 ，NONO 最近好像改版，然后只能看一台。哦，一次只能看一台。啊，如果你想看多台的话，你可以用不同浏览器。嗯哼，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啊？哎，你在干嘛？不慢吗？是聊天室坏掉。71。感谢87是怎么办？是你们没打字还是我聊天室坏掉？感觉是没打字。我的名字怎么了？我的名字没有啊，台语啊。妈妈打磕。哎，跳！我发现下面不能走哎，好吧。他一定要绕上面。绕什么？反正我们，哎呦！哇哦！小副本。记绕上面了，这边。等的。这边上面不让去。我把你们拉进来。有祭坛呢、欸，对啊，我刚刚有看到，走哪里？25趴，要怎么移动？看哦，我们要不要先打？走啊！干嘛？直接跟动走啊！一等哦，走啊！来，阿姨而已啊，灭了就 S L 而已啊，对啊，要灭了，完了，要灭了，先打谁？你们觉得？我觉得。大七师吧，你是魔攻嘛，还是蜈蚣？我是蜈蚣的，只有我是魔攻。那你们先打中间那只。嗯 ，OK。感觉他是会诅咒啊，还是什么勾的？对啊，对，打隔壁的，对。哎、欸，哦，师弟，不对吧？打那个，打他，没有我打他，就你打、啊，我打，哇，惨了。糟糕！难不成我是弄得死他？弄得死他吗？弄不死啊！没有破防啊！破防三刚好可以。会破防，会破防。哦，武器竟然是破防哎、欸！打他！哎呦，师弟！对耶，流浪汉初始还有10块钱哎、欸！对，啊，流浪汉有10块钱没有啊？有啊，你一开始10块钱，大家不是都一样吗？为什么我11块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比较多？难道一开始职业也有分起始金钱啊？有啊。哦，流浪汉真的是好穷啊！对不起啊、哦。那没打到。小妖来交给我。好。没打到。交给你。好打右边那个啦。不要。不要，我只是长得像鬼而已。过来，韩市长这边。哇，他不想，啊、他不想，好好，不要啊，不要啊。啊，对呀，不要啊。对，应该打左边那只才对哈、哦。你们有没破防？哇啊！我武器断了。你的数字真的没有。啊、我的武器断了。完了，你空拳也可以不是吗？我记得。可以啦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新手武器也会断哦。会呀、啊。对啊，你新手武器呢？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对啊。整个傻眼，新手武器也会断了、哦。傻眼猫咪。喵。喵。哎、欸。空拳。我输出是他的物防是，我怎么打都不会扣他血啊。打自己脸吧。我怎么打都不会扣他血啊。
哇，再不穿衣服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还不拿武器嘞，要重来吗？不是啊，搞不好这一局就拿到武器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分享吗？分享吗？分享啊，都分享啊。谁是？是谁的？敏捷，我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才能的。有才是吗？才能？杰克，才能是？反正是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吃什么的？你的是意识，意识眼睛的，那就你的意识就讲意识跟敏捷、啊。嗯，好，给韩市长，来给你。因为你是流浪汉，所以武器很烂。初期装备会碎啊，对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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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我们有个拳头大师。有啦，还好没有那个啦。是不是先打爬手啊？哦，对，打爬手，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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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直用拳头，有没有让拳头更硬啊？拳头裂掉。哦，六滴耶，好痛啊！打爬手，拳头，呵，三滴，三滴。其实跟我的大最大输出差不多，差一滴而已。电他巴掌。哇，四滴哦！哇，繁星，不要咬我啦！繁星要回血了，我要回还是打？再去回换哪里？可以边吃边打，先吃然后再打。怎么吃？哎，直接点你药草，嘿，下面的药草。哪里有草可以点？你的掌的下面。哦，掌的下面，我的肠好吗？那是肠。哦哦，肠的下面。你不是市长吗？哦，可以肠啊。市场好哦，来市场这边。啊，还有，还有要求我。先打蝙蝠吗？哎、欸，你现在就有跳钱了，那就给你拿。嗯？有人说你现在就有跳钱了、欸啊、是吗？跳钱？就钱啊，拿到钱会更多。真的假的？哪有？我没有直接进来呢、欸。我说那个啦，缪斯人。没有啦，又是没有啦。我记得那个是靠先后面才有一个琴装备吧？对啊，装备或是那些祭坛什么的。有哎、欸，人家有哎、欸，有哦、喔。那给你拿。十二趴哎，为什么？哇，这是哦。好啦，钱就给你了、欸，你就不要再拒绝，钱给你嘛。可是我这样子就你得就算钱了啊，有你算钱了、啊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算钱了，你要算钱啦、啊，对啊。他在看我哎、欸，一拳跃跃在世、哦。对啊，我要一拳打爆他们，啊、哦，我要被打爆啊！今天跟谁玩哦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马马咋 call 韩市长这边？有啊，看到看到，今天跟谁玩？看到。啊，对，我会打一下，不然哎，有高八滴，完了，他又在看我了。这流血太痛了。不要！这样 ，OK， 好。嗯，换我了吗？换我了。哈，剩三滴。三滴交给我。噔噔。赚钱，赚、嗯、钱。会计，好、欸，你不是你不叫哈基叫会计了？会计，好多出来钱我的，给繁星吧，繁星的刚刚草药吃掉了。好，虽然我也要吃草了，给你啊，你吃你吃你吃、哦、你吃，都挤，流血中毒，解毒剂，解毒草。快钱，快钱。耶！妈妈咋 call？ 妈妈搞 call？ 商店不是说我该买武器了吗？不要买吗？听说你可以拿什么？里面的东西很贵啦。哎、欸，草药还好、欸，草药还行。草药13块，好，我买。外面好像10块吧，差3块。我要吃根草。好。
了，没什么好买的了。会计秀，会计秀，会计秀，开箱了，开箱那打完了，也太快了吧！四格呀，我以为三关呢、欸，我以为最后面的问号是打怪。嗯哦，会计秀，十三除以帽子，闪避，闪避给我好了啦。好啊，嗯。你要花多少钱买？妈妈，我留20块。房间是隐约的，不是开房子。视觉收集。哦，你的，给你送你。耶，我有武器了。钉子裤，你这样好像矿工哦。真的。走上面吗？先不要走，等一下，不要，等一下。你指引我。嗯。今天什么剧本啊？今天、啊、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直接走到底吗？智慧祭坛。智慧祭坛，看谁要拿、啊？谁要拿？都行。你可以走啊，你走到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你走不到。可以。你把走到前面的嘞，按右键吃掉那个专，他直接加二。好了。专注先吃掉，专注先吃掉。哦，是不是会怕浪费？他会，对，他会补。可是我现在装。然后嘞，这个会吗？你就连全部吃光啊，然后吃光，再走进去是不是？直接进去拜啊？那他会补吗？这个会补吗？你不要害我！我忘记了，有。然后嘞，再往前走，就问他，你讲话，我今天是讲话而已。对，今天的剧本是海洋的，然后角色是流浪汉跟我不知道你们职业是什么，奇怪之。韩市长，还是职业是什么？市长，涉县市长，市长，涉县市。然后我走回去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要去下面酒馆打架。好的，走回去。就某个失控的人，他就冲进去酒馆，啊，怎么有人要打架？然后我们就阿姨的仪式。然后他记是什么？我是吟游诗人，他是会计。银行师，一个流浪汉，一个就是韩市长，流浪韩市长，一个射线师，然后一个银游诗人，他，对，我们就这几个。好，换我。要草可以存多点，这个我知道。这怎么按啊？好屌、哦、！Auto 点格子。嗯，比按问号还好玩呢、欸。好吵啊！你们吵死了。好了，我在这里休息。等我哎、欸，天啊！让我走远一点。四步。一二三，再一步。美好的一天，没有，没有。今天不美好。在隔壁。这个打得了吗？这个目前能打的团金少一个，我少一个，对，嗯，摸不到，厉害，摸不到，你知道我走过来，这边就全部都摸得到，他在这边。海洋就是拿到神速虐王的那个，对，感谢斗内，感谢斗内，个新的兔崽子也抖下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想不想成为小西瓜？哎呦，哎呦，拉客了，想不想？你可以带着西瓜皮的兔崽子这样子，所以我特地选绿色造型啊。原来是别有用意啊！真的，就跟我穿的衣服一样嘛。哦，你也是啊、哦！打架了，打架了！不爽了，不爽了，不爽了。哎，到底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有小跟班？我记得不是他说附近的怪也会残值啊？伏击，如果伏击成功的话，偷袭成功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优先的次数。像我就马上第一个一定是我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他背后跟着那个，有时候会有乌鸦、史莱姆什么的。你说旁边有另外两个小怪物吗？对啊，伏击成功的话就只有他一个人，伏击没成功。